投资先生 APP 股东会电子投票操作说明。拥有元大证券户的客户，可直接透过投资先生 APP 连接到吉宝结算所的股东一票通股东会电子投票平台进行投票。如有下载问题，可拨打元大证券客服专线。打开投资先生 APP。输入账号及网络密码。选择页面上电子投票进行投票。点选确认。现在我们一起开始投票吧。浏览电子投票法规条款。浏览至最下方。点选我同意上列条款，选择电子投票平台，点选下方投票，可输入证券代号或公司名称进行查询。进入公司选择页面，点选投票。表决方式可点选全部赞成，或全部反对，或全部弃权。或逐案点选任意按钮。点选下一步。可自行输入选举权数给个别候选人，或平均分配选举权数，点选全部勾选，再按平均分配。点选下一步，最后点选确认投票结果。跳出此画面代表投票完成，可点选确认。投票完成后，想了解元大股贷所代理公司股东会相关资讯，可在网页输入元大股贷官网网址。至元大股贷官网股东会纪念品专区，点选查询条件，输入证券代号或公司名称查询。股东会日期、纪念品种类、发放时间或发放地点皆可从此查询哦。电子投票其实很简单，和我们一起操作吧。